剧组对于我来说是就像是一个避风港吧，就我可以栽进去，然后外面的声音就是我不太的去在意跟关注。当然对于自己的一些责任跟自己要尽到的义务，我会承担也会担当。日前肖战接受专访，决定要善良，自己努力，想要的靠自己去争取。第一次为演的角色配音，下一次肯定会更好。印象最深的最后一场戏，我们吊威亚吊了很久，那一场戏很重，我们要忘掉不属于当下的情感和身体的疼痛感，各种声音我都接受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，我尽我所能的交出这份答卷。我现在依旧没有负担，你不用在意我是谁，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一个评判标准的。我尽我所能，我交出了这一份答卷了，要勇敢去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。不用在意我是谁，不用在意我有多少关注度，我现在就是这个角色，一切为角色服务，其他不重要。剧组对我来说是一个避风港。我喜欢听取别人的意见，然后再综合一下什么样的意见最适合我自己，最符合我自己的个性。